柑橘保护系列，就是我们的王牌夜麝香，它的成分都是也是天然的，都经过认证，而且不是那种很俗气的香味，还有玫瑰，还有气质的百花香，这样子这三种味道。另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西安酸的成分，那这个成分呢，就是用在保湿，在保湿这一层它是做到非常的到位，它不是说只是擦香，做一半这样，对，擦香，它是很全套的，有点期待香水，所以你不要买香水嘞。我们不能忽略奶奶的保养，水果短袜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一条，300ml，每天擦完它，整个心情就是很不好。